要不就算了吧。不想再每天等着他的早安起床，也不想总是跟着他的背影走了。为了对方妥协的次数太多了，现在想要一个人过了。一个人的话就不会被辜负了吧，也不会有感动，也没有牵挂，更没有失望。无论生活变得如何，我们都要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，好好工作，保持独立和理性。希望你遇到的下一个，一定要比他对你还要好。